小妮，讲要食啥？肉肉。讲比比要食吧。比比要食吧。你食吧，这这。所以好吃的让给他们，真正会使。哎，这就是做比比伟大的所在，你知道？较早比比是拢，要不做比比我拢抢食物啊。但是我即马感觉做比比就是爱，互比比食吧，是啊。啊！以后你若生 BB， 你敢会给 BB 食吧？对。好硬啊！开开，打开。这出的废片叫做 BB 煮肉给 BB 吃，你知道？哎、啊。先讲啊，这时阵拢完全拢发废片，你知道？来，来，看这个 BB 煮肉给 BB 吃，好。来哦。上面叫做，上面叫做比比煮肉给比比吃哦。噗噗噗，噗噗噗，哎，你敢知干片的声音嘞？噗噗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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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噗噗。干片的声音讲，噗噗噗，噗噗噗，噗噗噗。噗噗噗！哎，干片叶了，唔知对对来哦，家人。等一下再倒垃圾。好了，这出叫做"比比猪肉给比比吃"。